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会为您带来中国女子围棋名人战三番决赛第一局的赛事直播。那么王老师，这个比赛好像是在阆中古城进行的。对，在四川。对，那么我们也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第二届中国女子名人战的总决赛，这个今天开始了。这项比赛呢，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围棋协会共同创办的名人战的系列战体系中啊，一个新的赛事。今年是第二期，但是这一届的比赛啊，又恰逢啊这个疫情之后，它是中国所有的围棋头衔战中第一个回复的赛事，因此呢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个女子围棋名人战举办了虽然只有两届，但是它恰恰是在中国女子围棋运动啊受到了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举办起来的。因此的话呢，它的举办啊对于女棋手的鼓舞鞭策作用、实战锻炼作用特别大。就在今年，我们看到了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战中，中国的女棋手第一次包揽四强，啊，这也不能不说，这是这个包括女子名人战在内的各项女子围棋赛事共同推进的结果。这个第二届的女子名人战举办啊，确实非常不容易。这个今年大家都知道赶上疫情了，这个我们上一周本来就要举办这个赛事。啊，结果也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密切接触者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比赛就推迟了，所以全部准备工作啊全部做完了，啊，结果临时大家都很多人都到机场了，我们临时取消了吧，机票也都退掉了，啊，所以说这个疫情呢，啊，对整个的这个赛事的影响啊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筹备啊，我们又重新安排了时间。把这个比赛呢顺利落地啊，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呢也是成功开幕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接下来呢，这个我们人民日报、人民网啊也会这个继续啊把这个赛事啊继续做大做强啊。我们名人战现在已经规划成一个系列赛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民日报举办的中国围棋名人战已经办了30多年了啊，33年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赛事做成一个系列赛事啊，除了中国围棋名人战，然后现在又有了女子围棋名人战，那么我们还有世界围棋名人战，这个之前呢也是不定期的举办过5届啊，那么更早其实也举办过一些单边的，像中日啊、中韩啊，包括中日韩的三方的对抗啊，啊中间也中断过，就是88年创办名人战，后来99年办过这个几届这个世界的中日韩的对抗，那么从2010年开始啊，我们又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这个品牌又创立起来了。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因为疫情嘛，本来今年计划要举行啊，那么接下来呢，现在看这个批准的情况啊，因为现在都是一赛一报嘛啊，看批准的情况，我们接下来也会把这个世界围棋名人战进一步举办啊和落地啊。好，那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确实这个名人战也是我们今年因为疫情以后第一个恢复的中国围棋的头衔战，确实也是很不容易啊，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那么王老师，我们这次的名人战的两位主角是陈一鸣四段和周鸿祎六段。对，那这两位棋手您肯定非常了解。啊，对对，他们也都是咱们现在对女队的队员，国家队的队员。扎个小辫儿，年纪轻的，这是周鸿祎，他这个发型啊也是常年不变了，对他的特色。也是02年的，我们现在应该说非常有实力，而且他在19年的成绩非常好，周鸿祎。对，陈一鸣大他10岁了啊。对啊。陈一鸣应该确实现在的这个新生代非常厉害啊，像这个陈一鸣已经是相对年纪要长一些了，大姐姐了，对，再大几岁就该叫阿姨了。是的，
周鸿祎在2019年呢是拿到了新人王的跟男子混下的比赛的冠军，同时在冰胜杯呢是拿到了亚军。这个新人王，男子新人王的这个冠军不好拿，对，因为他经过预选之后决赛还是三番棋，是，对，而且还是和男子一块下的。嗯，在周鸿祎之前呢也只有于之莹完成过这种壮举吧。对，是的。所以就是能够看到去年一年感觉周鸿祎的这种成长或者说变化是非常的喜人的。对，但是虽然他的进步是不小，但是我觉得他的空间仍然很大。对，是的，我们对他有很多的期许。他的等级分现在仍然在百名啊，韩国的崔京啊都已经到20、17啊，都是这种数字了。从百名到20跟17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的，就说明他的实力呢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两位在这个决赛中的表现。这个三番棋第一局啊，周鸿祎是执黑先行。今天又是一个小目，看来这指不定，因为这盘棋开始的晚呢。柯洁那盘是上午8:30就开始了，这个是中午12:30开始。对，学了一上午了，现学现用，觉得也不错，学习至少出其不意。相对来讲，这种开局就是对 AI 来讲是比较少见的。对，其实现在也都差不多啊。AI 现在慢慢的也都有点这个复古了啊，也有很多我们以前下的下法它也在开始渐渐的使用，也不给差评了。对，下一步陈一鸣选择了小尖啊，没有去学习这个柯洁的尖点了啊，也说明陈一鸣对这个实地呢没有像柯洁那么样着迷。那王老师，以您对他们的了解，就这两位棋手的棋风有什么特点吗？周鸿祎不用说了，她的成名作就是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那要上学的话就是个初中生，12岁吧，去跟芮老师下，对，吃了芮老师一条大龙，那个是给人印象是很深的啊。乱战，这种战斗力非常强。周鸿祎的这个特点就是计算非常精准啊，战力很强。陈一鸣呢相对均衡一点啊，不是那么的这个喜欢的战斗，可能更偏向于喜欢这个和后世的行棋，给你合理的收控啊，均衡一点的。这两个人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那看看今天他们俩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这俩人应该说是谁发挥的好谁能赢啊。你从成绩或者等级分各方面来看，周鸿祎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这个小姑娘嘛，这个有些时候更重要的是临场发挥啊，你看她这个比赛的时候的心态是不是稳定啊？是的啊，如果说这个谁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我觉得谁都能有机会赢啊。是，那我们来看看这盘棋他们会把棋局导向什么样的格局？黑棋先行啊，走的这手脚啊，对，这也是很普通很常见。现在也非常流行的一种手脚方式。可能过去小飞大飞，然后现在是其实这几个都挺多的。原来是一小飞 AI 就给差评，搞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咱们都没有人小飞了。过了到了今年，最近好像又对又有点小飞的人又多了。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啥？你下了小飞 AI 也不给差评了。这是为什么呢？小飞跟这个跟这个跟大飞之间的胜率差异就0.几啊，忽略不计，不大。对，所以说大家一看，哎呀，那我们也可以小飞了，因为这个下的腻歪了啊。对，这个真的是见了很多了、小飞显得反倒是有点少见了啊。是，但这盘还是走的这个啊，因为这个布局周鸿祎也比较熟悉吧。这个白棋这一碰啊，这也是这两个人平时我们的队内训练也必然会一个循环就会下一盘，所以说他一年都不知道下多少盘，都很熟悉啊，知根知底，所以才说他们谁发挥的好，谁这个比赛时候心态好，谁就有机会获胜。是啊，这一碰啊，说明这个能够敢于主动挑战啊，这都是要点赞的行为啊，越是大赛越得放得开啊。是搬，因为对于这一碰，你只要是不搬，那基本上都要吃点小亏啊。周鸿祎就不愿意服软啊，这也是一种一开始也是一种气势的体现，也是年轻人的朝气吧。对，贴啊，这也都是一个常规的定式下法。对，这个变化，我想棋友们应该也比较熟悉，也是比较常见的。是，对。
然后接下来白棋是选择的出来，就如果是取士的话是可以啊，考虑上面也有这种拐的下法，但是这种我这不太支持啊，因为这一拐比较虚伪啊，你拐完之后这个局部就没了，这个黑棋的空已经拿到了，白棋这个有什么作用不知啊，所以这个下法不推荐给棋友，不那么实惠。哎，对对对，还是要把这个啊，还是这个比较容易，好掌握一些。挡一个，经过这个长的交换之后，这个挡是先手了。嗯，因为这很简单，你要长黑棋要爬的话，你这个长已经便宜了。对，已经有便宜的情况下，你再拐就可以了。是的，有面子了啊。所以说黑棋是不愿意给白棋这个便宜，那么白棋就这个挡。然后这样再拐的时候，这两个棋子，对，你这不好吃我了。嗯，这个你跟你再搬的话，你看我一会儿又拐出来，所以说黑棋现在也这样子拆，然后再扶起来。这也是这个局部比较常见的下法。对，但是这个小尖呢，要值得商量商量啊。小尖的意思倒是可以理解啊，因为通常来讲，别人胡你跟人家走嘛，这没毛病。但他可能是担心。这样就再压一下吧。他可能是担心黑棋并不飞啊，飞，因为他冲断现在可能是有点无理嘛。如果是爬的话，如果爬的话，他担心下成这样，你一路爬回去，人家就一路顶过去啊，有点难受吧？全被人家封住，这个是他不愿意下的。这是他担心的，这是黑棋的非常理想的变化。是的，但是呢，这黑棋白棋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吧，比方说爬完这个是不是跳啊，或者飞，等等。从感觉上呢，白棋还是要抢这个扳比较好。你抢这个尖，虽然你避免了下边受欺负，但是这个被黑棋一跳之后，白棋这四个子的苦头是难免要吃的。所以好像在开始的这个定型的话，好像白棋就是把之前初始的这个一点点优势就送出去了一点点。对，这样下的话，这个从胜率上白棋大概降了五六个点吧，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关键，但是这个局面呢是黑棋比较开阔啊，黑棋比较好下。是，白棋接下来是走的是这个是吧？这个啊，这个是吧？对啊。你走的这个呢，是因为你比方说你要直接跑四个子呢，有点重啊，它就是被分割了之后，因为这黑棋这个这三个子很有威力，所以他就是说，我若即若离，如果你要吃了就算了，我就弃了，我就弃掉了。对，你比方这样爬一下，走一走，这样飞一下，你要吃的话算了，吃的就没那么大，对，就弃子算了啊。是的，所以黑棋呢也很有追求，黑棋从外边来，需要求整体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啊，正确的选择。哎，对，后市还是应该用来攻击啊，这个得也请大家记住啊。对，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白棋虽然有个拆二的余地，但是离黑棋后市太近了，对，就也不那么满意。那既然多了这个援兵啊，那白棋再逃出来，这个地方两个人这个对话还是非常合理的。黑棋飞，这个地方要飞，如果你要简单的跳，人家一跳很轻松就出头，白棋的压迫比较小，对。然后这样白棋顺势靠出来。你要不然你出不来，飞就被人靠住了所以靠出来，这都是下的都很好。黑棋单退，单退也比较淡定啊，因为你搬的话有点凑白棋的形状，哎，白棋的形状都挺好，你还是封不住人家，无趣啊，所以说不给借用啊，对，这个。白棋单退。但是白棋也退，从形状上来讲就稍微差一点了。嗯，因为这个退一个我们要注意啊。对这边黑棋没有影响。对这边黑棋也没有影响，就是纯粹的一步防守的棋。这个追求效率的角度来讲，这种棋呢往往就是效率不高啊。像这种情况，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个，你可以考虑这样。利用这个子，你这样有了这个支援，你再扳我，你可能我就要遭到我反击了。对啊。通过这个接应。对。对，如果我再打的话，应该是我上。你看我这个子就很关键，就让黑棋这个起到了作用。对，那么你既然不能扳我，你可能只好退。那这两个子之间的配合就比较有利了。你像比方说这时候再做虎，你看，搭出一个小房子。这个全都能用得上，是子效比较高啊。这以后这二路尖也是非常舒服的一步关子。对，这样一退呢，就是属于是慢了一半了。这个子效差。是，那么黑棋飞起是一个挺舒服的棋，黑棋飞起是一个好点。另外这个局部这个厉害的点在这里你看这个象眼这个你要直接穿能成立，
那是最厉害的。是的啊，但是现在你看显然不成立啊，因为这一冲这个子发挥作用了。除此之外呢，你就是在哎旁边去，点他一下腰眼，这也是很好的下法。因为如果如果你要靠，你比方说，你看啊，我这个还是个腰眼，哎，这地方老是要着你的冲断，哦，你很不舒服，哎，你老是都走在里边，你要这样走呢，就是一个单关，那我这个气性就很差，眼型还没有。所以这个，白棋这个不好就不好在这里。你要在这个腰眼上点他一下的话，白棋比较难过。嗯，这可能更暴露出他这手棋的问题。哎，对，周鸿祎选择这个飞也还可以吧？对，也挺舒服的，因为这种棋型，像刚好这边也没有断点，还是黑棋挺满意的一个。接下来这一手就二十目就到手。嗯，是很大，但是白棋现在这几个弟兄还不是很厚实，还是要处理一下。对。他既然走了这两步，他就不愿意再回来了啊！他所以他还是想继续出头。但这种出头方式呢，也是无奈吧。这个对于黑棋来讲，黑棋都是还凑合的啊。哎，冲一下，因为白棋这个形状稍微中间有点，总觉得有点破绽。这个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黑棋自身也有破绽，所以说黑棋暂时也不能忽略这一点。现在来点在这里了啊！你看，现在再来点这个时机呢，就不能说特别好了啊。因为什么呢？假设黑棋白棋这样一贴，你看白棋这个形状是没问题的，对，全都是不是像刚才那样点的时候，白棋走在里边了。现在白棋出头出得很顺畅。是，如果这时候让黑棋选，可能黑棋就愿意把子力放在外面。哎，对对，这个黑棋时机稍微有点问题啊。对，但白棋是爬的。啊，就怕想让黑棋退一下，他再贴。啊，对，这是他的用意，但是没有点一厢情愿感。这里都是里边啊，咱们下棋的时候得注意里和外啊，走棋重点都要尽量走在外边啊。就像这个咱们这个，你待在屋子里呢，总是不如去大自然之中放松啊，心情愉快一样，这一样啊。这个我们也应该经常出去溜达溜达。这都是里边，你看，相当于外边。广阔天地，这都是里边啊，无足轻重啊，走不走都不重要。你这样一爬的时候，哎，反倒被黑棋这样赶紧冲了一下。是，这个很机敏，对。这样一看，这个马上白棋的棋形就太痛苦，难过了。这个你看看这个只要这样扭着，这还将来那还欠着，还欠一个断啊，不舒服啊。这个不是说黑棋马上就要挤断你，就留着你都不舒服。产生这边无数先手。脚里都变得结实了，是的，这个没意义啊，这步棋啊，这个典型的是属于随手啊，就他希望能够便宜一下，但是其实白棋贴过来，黑棋再挡的话也是后手了，对，这个地方这里头不重要，你便宜不便宜的到，那都是非常小的出入啊，是的。那么这样以后，黑棋是尖的啊，这不尖也是很有追求啊，这。注重于攻击，这个棋要我下，我可能会跳在这里啊，因为跳在这里对自己这个更厚实啊。像尖这种棋，不但留着胯，以后被人家这样一点啊，这种点的腰眼的手法都挺实用的啊。以后被人家反过来点的时候都不舒服啊。这一跳呢，自己已经很好了啊，然后再去谋求攻击白棋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吧。你攻击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一定得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对啊，就像你这个你要去打仗的时候，你带着病，对不对？负着伤，你去那肯定施展不开。是啊，这个尖，只能说是周鸿祎的风格吧。啊，因为他就是比较喜欢攻击，也比较善于攻击啊，所以说眼睛会下得积极，经常会看着对方的毛病啊，这有些时候就忽略了自己的问题。对，那么所以这手棋就是自身留下了一点点的余味，但是呢，他确实对白棋这边的压迫性也会更强一点。然后接下来白棋在这个地方靠，你看这个靠呢，这就是陈一鸣之所以要爬的一个原因。他但是这个总体上还是在盯着里边，你看还是在里边走棋，在这里纠缠，对，这都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你或许能占到了一点点便宜啊，但是你失去的更多啊。这个不给，对，你现在因为你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所以你这个直接走还不成立，你还得靠双。如果说你现在一退的话，那他这一冲倒是挺厉害的。做好了准备工作。你这一搬，你这一搬，你得靠这个。你虽然那边可以活，但是你脚里出问题了。是。你如果这一跳，你看，厉害了。对。你一起一长，不活了。啊。所以说这个，
双的话啊、是先手啊。所以黑棋是立在下面。那从这个角度，你就更应该放在这儿。是，你看你放在这儿，这个双就你完全可以了，对啊、轻松的脱先啊，没有眼力，搬你就退一个，什么也没事儿。但是现在你放在这儿，这个搬你看。你还是只能退，嗯，那现在这两个子的位置，那天壤之别，你加在这儿出来一个最好的位置啊，对，走到这儿呢，这就被人家贴出来了，啊，也要会遭到反击，但是黑棋要白棋要为了反击这个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因为这两个子不但有木害，使这个棋呢更加现实了啊，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白棋整个这么多的子其实它的眼形是非常差的，嗯，所以说一旦白棋被纠缠住其实也很重，就是、啊、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个重要的里外概念得需要建立起来啊。嗯，黑棋这个地方虽然有收益，但是也都是走在里面，哦，从这个角度来讲白棋这样也是一种成功啊，白棋两头蛇，哎，白棋把子力都走在了外边，嗯啊，这个黑棋如果一旦这外边处理不好，你里边是捞点小便宜那都不顶用，嗯，所以看来现在的关键还是双方在中央到底谁能掌握住。这也就是这个围棋里边的一个厚薄的概念了啊。嗯。咱们一直反复都强调过很多回了啊。这下棋的时候，你首先得注意死活。嗯。哎，你死活没问题了，再考虑厚薄。嗯。厚薄再没问题了，再去看看哪大，抢点木。嗯。哎，这个顺序一定不能错。你比方说现在就是，现在就处在一个厚薄非常重要的状况了。如果中间一打白棋啊、变得厚起来，黑棋变得到处都薄起来，那这个黑棋就形势就没法看了啊、嗯。这也是为什么这步尖啊应该跳在这儿的原因啊，跳在这儿都厚厚的啊、没问题。嗯，还是要兼顾自己的弱点。哎，对。我们现在看到被白棋搬出来之后呢，对，这你不好断，你断的话，人家粘上，这是自己正好人家那还是得哎，人家这个处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啊、嗯，所以说你这断也没有意义啊。就单长。哎，单长是正手。白棋。哎，你看这个白棋这个问题啊，和当初这不退的问题是一模一样，所以说咱们就经常讲啊，嗯，就是你平时在生活之中这个养成好习惯特别重要，嗯嗯，你一旦养成好习惯，你受用终生、嗯，你一直都有一个正确的思维，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坏习惯，也是会下意识的一直会被它牵制、嗯，你像这个老是会下这种松松垮垮的两不沾的棋，一次出现。第二次又出现了，我们看看这两步棋是不是一样、嗯、都是离这个子越远离这个子越远，对别人都没有压力，嗯啊，只是对自己有点好处，这个情况呢不能是这个现代围棋所追求的，效率不能满意、哎、对，不补断不要紧，你咱们现在你看他断你就断，他断你就粘，对不对，嗯，你两头蛇，哎，你然后你把这个子放在外边啊，走到外边，你这个站在这里，你永远对黑棋都没有什么影响啊、嗯，只是单纯的一个防守。是啊，这种一定得注意啊。这个高手这个对于效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你这个优势是怎么来？嗯、就是一人一手棋，你的优势怎么来呢？嗯、就是通过这个效率、哎，你走一手、嗯，效率比别人高一手，你就赚了一点。哎，对对对，积少成多，你最后优势才能得来。是。所以反过来每当你缓一手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就让自己的局势会有一定的差距，对对对，就什么时候都得脑袋里都有这根弦儿啊，我得追求效率，看看下哪效率最好，是效率很关键、哎、对、嗯、然后黑棋是尖冲啊，尖冲它是不是有防这个断的这个用意、嗯嗯、哎，你不走这个断，这个地方因为气紧，黑棋的这个跳夹是不成立的，哎，对对，那么就有一个争子的问题、哎、周鸿祎是这个对断点特别敏感、哎、啊，他这个小时候他就这样啊，就是他，无论是他的段还是你的段啊，他看见了，他都两眼放光，哎，对，所以说，你看，先自补，这个他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嗯，咱们先得先把自己给处理好，对，但这步棋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不是一定就好？那不一定，因为他这个棋被黑白棋这样抽两下，这个形状不是特别好，本身没有那么理想，这个，因为他搬不住，你看什么时候他都搬不住，你比方说你现在搬，被人家一反搬。这形状都是漏的，你要不断可能这个难受，都是这个像投篮一样三不沾啊，那这不舒服，嗯，你这样一长的话，你看这也是，这以后一冲还得都是淤形，对，或者白棋可能还会保留就是利用啊，对对，这个地方棋形还是哎，就总量这这不尖冲呢，思路是没问题的、嗯、但是手法上啊应该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也值得商榷、对对对，值得商啊、嗯、值得商榷啊、是，然后白棋过来这个是、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争到先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步跳太大太大，
哎，你这不要不走，这被白棋弄过来，你就快死了。嗯，啊、都快不能要了、哎、这几个。你这一跳过来之后，你会发现白棋整体反倒会很好。对、哎，这就是正宗要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白棋这一代啊，指不定应该考虑争先手。嗯，就双方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我就闭着眼睛不走了，你能拿我怎么着吧？哎，拿我怎么着吧？啊。嗯，我可能也就下来啊。对，你也就是飞了，我这一跨一个这个就跟我贴了班一样啊。对对对，就用一个这个手，是是是、哎、这样是，对，这我就这样给你来吧，你有接没接先问问你啊，你实在有接，因为白棋现在外面还已经有一手了，对，就是说走一手 你有接，我就是问问这个是不是接、哎、这个，所以这个下法比较积极啊、嗯、这个能不能脱先啊，对于这盘棋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啊。这个地方你从实战角度你就算要补，嗯，你也至少应经过一个十分钟左右的长考判断、嗯、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补啊、你很快的就这样跳一手的话，那这个都是不太敏锐啊，这手棋太重要了啊。这样黑棋先手把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再跳到这儿来，那黑棋是不错的啊。嗯，是的，因为白棋实在是不太能接受以后这样子连回去，这样子再单关一走，这盘棋可能就很危险、啊、那太难过了啊。所以说白棋一定得往外压，这也是正确的啊。这个陈一鸣下得很好，哎，然后哎再跳，因为你硬扳你扳不住啊，这地方有个冲、嗯、有破绽，一扳完之后这有个冲断啊，所以说你没办法，这柔柔的一跳，这也很好。对，然后再跳啊，黑棋是长了啊，把这个木给收了，长一 手，这种棋也是我是不想下的啊，因为有点卖味。这个长，这个总怎么讲呢？还是啊，这个虽然我这经常跟周鸿祎强调这一点啊，但是这个他从就是思维深处没有意识到的话，他就很难会改，嗯、因为他小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嗯，这没有意识到里跟外这根弦，他老是想着，哎，我这一长，这也不住了，这脚守住了，很非常开心。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长呢是处在一个里的状态，哦，白棋粘呢是处在一个外的状态，白棋这不粘使着外围这个变薄了啊、嗯、这个你比方这以后这人就随便弄随便来一手吧，这都有挖断的这个对，你没有这种，你这个是新手，白棋这个挖断没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不重要嘛，对方要虎的话你就哇，这个还是黑棋开开心心的跳一个就好了。这个棋形如果黑棋能选的话、哎、肯定是想选这个先手、哎、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他这也没有冲断啊，他冲你就挡住，你少了这个子你反倒更容易挡。嗯，所以说这个反正我这种棋不太赞成啊，因为使白棋这个变厚了、嗯、这个你看白棋这一排是处于一种这个咱们在围棋里边最厚实的状态、嗯、因为是一个挨一个手拉手啊，这你一点缝隙没有啊，你想断开你做梦啊，你在围棋规则上你断不开它，这种情况下你这几个贴在这儿显得薄了，因为什么，人家厚了你就薄了啊、嗯、是相互的，哎，这个然后再走这个那是这个不太支持啊。你看你的陈一鸣也很鬼啊，你长完之后他就来冲了，你现在好意思打吗？一打成鱼形了你肯定不好意思打，是不对，一退那人家再冲你，你这个反倒难受了啊、嗯、有时候你以为你眼前便宜一下，实际上过后一看那都是假的，是吧，你怎么办这个棋，嗯，你挡住的话人家多了这个断力，你这个挤都受影响，嗯嗯，你要不挡退一个的话，你这三个丢了你这白干了啊，也可惜，难受了啊。对，所以可能这种地方啊就看似不起眼，但其实我们要借鉴一下、嗯、哎，对，就是总而言之你要建立一些里外的概念，里边的棋少下基本都没毛病、啊嗯、能不下就不下，我不能保证100%啊，嗯、但是大多时候都是对的，或者说除非事关生死比较关键的时候、嗯、这种里跟外的交换如果能保留的话倒是可以缓一缓的，更重要的是你养成了一个好的思维习惯啊。这个最后周鸿祎还是决定挡，那这个亏了啊、嗯、这个地方你看白棋还要再断一下，对，还问你一下，哎，他这个好处就是你比方说他以后这一立他又获得了外面那个先手，对，甚至尖这个棋还紧，这不愉快、嗯、啊，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黑棋稍微的吃了一点小亏啊，然后哎这个压都是很好的棋啊，因为什么呢、嗯、走到外面啊，对，啊，你看黑棋这个就是里边，嗯，然后啊，白棋是用了一个，这步棋看不懂啊，这步棋完全看不懂，
不是，这也不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他的解读啊，他首先他觉得你不能尝啊，对，你不能尝呢，你吃到这儿或者这个，我这以后一喉这很舒服啊，你这甚至还没有眼啊，你要吃到这儿，我这个多了一个嗓子先手，对，啊，你要走到这儿，我这也是先手，但是问题就是一个值不值，嗯，就是你付出了这个的代价啊，比方说实战黑棋肯定是走这个，就以后你吃一下啊，他当天就吃掉，当天。这个黑棋已经吃到这个子，黑棋基本活了。要活了，这有个眼，这有个眼，基本活了。是，那你值吗？你付出了这个让黑棋五目棋做活的代价，嗯，获得了这样一个扳的先手，值不值？嗯，哎，我觉得不值啊，因为你想，你以后啊，黑棋要走也是要走到这儿，本身就是五目再加上做活，很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发展，自动就来走这个了。那现在你等于是免费送给人家了。啊，你这个班能够发挥多少作用呢？那是未知的。是啊，所以说这个段呢，我觉得不应该走啊，有一种先手亏的感觉。哎，对你很痛快一打，实际上先手亏，那，就像你说的，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看这个时候黑棋自身的眼型并不好，就是如果以后可能，比如白棋跳出以后慢慢下，黑棋自己很有可能是要补一手的。哎，这种很大，又带着木啊。对。所以实战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个适应手，嗯，但是好像对黑棋来讲没有什么好想的，就是把自己做活就行。哎，对对，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必要啊。嗯，那么这里定型完之后啊，你考验一下黑棋。这个黑棋被考验到了，黑棋实战是这样一挡了，嗯，但是实际上这种就是等于白被人占便宜了。嗯，这个要是我们前面说过里外啊，这个围棋里边重要的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先扣。啊，嗯，你想想围棋最大的权利是什么？就是一人一手棋，这是你最神圣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对不对？嗯，先手就意味着你获得了先下一手棋的权利，对，主动选择最重要的。哦，啊，所以说能争先手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走后手。那所谓的后中先呢，其实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先手啊，它是一种伪命题啊，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先手去才去走一个后手啊。嗯，像这个时候就是，白棋一立，黑棋能不能争先手？嗯。如果我们从这个争先手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就不难发现，就是有一个挤一个可以争先手。啊，如果通过这个交换的话，哎，我不走了。嗯啊，你看我到外面走一个。啊，那我如果要以后要拐您一个，哎，我这个一立这是很巧妙的一手 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这个得阻度呀，我你挡被一扳就死了。哎，先立。嗯，那我就哎，他得阻度，然后你再挡，嗯，这个形状就是。边路的特殊性 啊，我必须要点。哎，你这一手棋就紧不到我气上了，嗯，啊，你只能这样走一个没紧到气上，然后我这样就很清楚了。哎，可以杀掉，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是可以抢一个棋先手的。哎，一挤的话，这地方是可以脱先的啊。嗯，但是呢，这周鸿祎他这个想了半天，他还是走这个。他可能还是有点看重，哎，他想着，哎，我这以后开开心心有一吃子，还挺实惠的。但是你反过来想，嗯，如果说现在白棋跟着你硬一个，嗯，那你这个没毛病，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嘛，嗯。但这问题是白棋会硬吗？哦，这个总共才不到二十目。所以逻辑推，因为白棋不会跟着硬，我就应该脱先。外边大于二十目的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很简单嘛。那既然白棋不硬你，嗯，那你当然应该争先手。是的，这是一个倒推过来。既然现在白棋不着急走，嗯，那说明你就应该抢先。从逻辑上也可以这样考虑，嗯，你从概念上也可以啊，就是一定要争先，嗯，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考虑，你这一步棋违反了这样两个重要的选项。那这步棋肯定是不问题手啊，嗯，这样白棋一立之后获得了这个尖的这个先手，黑棋很不愉快。嗯，我们看白棋马上在这边的处理姿态，这个好棋，对，你看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外啊，是不是？把黑棋这个做成夹心面包，嗯，啊，这是个好棋啊。你以后这个袜断，黑棋就得防着点了，是啊。嗯，对，那像黑棋这种博段就很痛苦。哦，这个，这要是让聂老师看到了，聂老师就要开始这个要受不了了，嗯，啊，这个还是很损的，又是里跟外的交换，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万段是防着点，嗯，但是也不意味着就那么现在就得。你比方说，比如说我进来哇，你哇，打，这是。嗯，你能给我，对，你现在要吃我可以给你吧，我可以弃掉。嗯，啊，你吃了我一时不到二十目，但是你这边损失远不止二十目。换句话说，你现在跳人家也不会挖你。是，
是，人家也不会骂你，那你就说着啥急呢？这个顶就是不但是里外，还是哎呦，这个顶我不用说聂老师了，我都受不了了啊！这个我要在现场看着，也都被气的这个吹胡子瞪眼睛啊！这种气怎么能下呢？这种气啊，对，这又属于是又难看，又这个不对啊！从这部顶来看。这个周鸿祎这个棋的这个不对啊，这个状态是非常有问题。今天的状态一般。我们再往下看吧，也快追上实战了。对，就说明他们其实王老师在我们进来讲之前就差不多下到这儿是吧？他们这一战还是挺谨慎的都下的。这一顶的我是昏头转向，这个我被顶晕了啊。这种其实绝不能乱下的，宁可死掉啊，也不能下这种顶。这个，你看看，这太损。这步棋一点用没有。白棋这步长，对于外边那个影响力会一直发挥到最后一手棋，啊，这个绝不能。这步棋应该是目前就是黑棋最大的一步。绝不能干这种事情啊！然后再跳，你这个。这个我有点晕头转向，被闹的。这个接下来我看白棋就这样跳住，你看看，是，你看看黑棋这个全是单关，嗯，啊，然后当然白棋得防得了这个了，这个别那个出现大问题啊。对，那么白棋是拐了一下，啊，拐一下有可能亏啊，啊，这种有点小问题，拐了一下，然后再跳回来，啊，可以啊，这个陈一鸣下的很不错，哎，黑棋飞这个，啊，对，你看黑棋都。走到了边路去了，走到边路去了，是的，嗯，不过确实以后就是白棋这边棋形差一点，嗯，哦，但白棋接下来也是很直接的，就他可能也是担心以后黑棋可能这边走他得补，觉得不舒服，他是选择了这个，啊，真的吗？这个吃也是很痛苦，白棋现在把这个三个干掉了，这个。也是这个慎重感觉。如果说这个顶是一个不恶手的话啊，白棋这步挖马上就会使这个顶罪恶感减轻十倍啊，马上恨不得过一会儿就变成好棋了啊，因为你一旦白棋去挖之后，马上里外发生转换，又变白黑棋就由本来是在里边啊，被你这套上麻袋一顿胖揍的角度，马上就脱茧而出，马上就走到了外边，这个。里跟外的这个出入太大了啊，这绝非是白棋吃这个十目棋所能弥补的，而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陈一鸣的这个想法我还是很理解的，因为他这个断他觉得不舒服，你要不吃的话他担心一会儿被黑棋这个黑棋什么还能追求一下、哎、先手给走回来了、但是第一这个地方我就哪怕是宁可被你先手走回来，我也不愿意去吃你把外边损伤了，第二我这个我大可以先到外边来看看啊，看看这个上面能不能做活。哎，你比方说这一点啊，这个利用这个先手，先到这边来走一走，把这边全都定型完了，哎，最后迫不得已，咱们再试这个挖啊，逃命手段。这个作为这个压箱底的手段，不能乱使它啊。先走这个啊，黑棋要想逼迫你回去啊，他上面得想着破你眼啊，你且有便宜占呢、啊。而且黑棋这个也没活嘛，对，黑棋如果说现在马上来走的话，那么看到白棋气这么长，白棋从外面封住，甚至还可以反杀，这肯定是一个双活，对对 对, 对，这是一个常规跟正常，直接挖这个不对啊，直接挖我很可能这个棋马上就坏掉了、因为你一挖之后，对这种棋全都走不到，上面所有的便宜都占不到啊。对，你的收获就是能够在这个局部就防住了这两个。这个以后还有没有巨杀呀？啊，还好没有巨杀，但也不一定。这走，哎呦，这个太难受了啊！主要是把外面撞得太惨。以后还被什么收收气，然后再弄个双活，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有多惨了啊！所以这种事情啊，千万不能干啊！哦，这陈一鸣这个选择发生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失误啊！你看这一拐之后。然后再一压，这个地方黑棋白棋已经封不住黑棋了，因为这个你搬我搬，你要断我这是反断还有先手啊，这个头一旦出来之后是不是里外发生改变了，本来白棋这边是后势啊，全都出在外边，要光芒一直闪耀到最后时刻，现在这个被躲了，这个再被出来
真这四个变薄了，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负担。哎，对，从外事变成了负担。这典型的是啊，贪小利失大取、嗯、啊，就这几手之后，这个一下子就会使形势由本来哎非常好。一下子会变得就非常不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它不是说本来能便宜十亩，但是你没便宜不到，只便宜了五亩起，它不是亩数性的，而是由你本来不活一下子变活了，是这种根本性的出入。是现在一下子白棋就有点失去就是它的方向，本来刚刚是觉得白棋外面有很大的发展，那么现在好像这四颗棋子又要处理，但是呢很容易就是单关。本来需要忙活的是黑棋，是黑棋是被告、嗯、现在人家磕就换了，你们 在这个法庭上掉了个，你站到台上去了，是那你这个、你想想你这个怎么弄啊，你这个啊你请的这个律师有问题是不是，是的啊，这个没给你弄好，现在这一压出来你看你这个封不住对不对，嗯，而且我们前面说了，你这个地方不能被黑棋封进去，黑棋封进去之后这个地方一断，你要假设我们假想一下、嗯、一断，当你从里边吃我从外边走，你再从里边吃，砰被我一打，你会发现你这个吃了半天都不活，嗯啊，这种你一定还得防着点啊、嗯、对，所以我还不能被您断到这儿，我可能您把我封住我得赶紧粘上、哎、对，你外面一定得掏出去啊，就这就是涉及到这个出头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啊，咱们就轻易的别被别人封住啊。那同样呢反过来讲，你也一定要想办法封住别人，你比方说这个时候这不长是不是又有点太重了，嗯啊，强行搬估计不行，搬不住，可能黑棋吃对，那你哎，就是飞一飞行不行？嗯，对不对？对，想想办法，对，想想办法，或者哪怕是这种飞轻灵一点，轻灵，这样黑棋可能也是要从上面出来，哎、对对或者走这边，这样容易僵住。嗯，就是长完再不走，就感觉这两手肯定是亏的。这个长不在扳头太厉害了，因为这我们说这个黑棋这个长有先手。黑棋长如果你不走，哎，这一白棋马上是得回去的。一断，如果我再脱线。我们那个参考图就来了啊、这就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参考图就来了，就是先手黑白棋已经不活了，这是世界上最凄惨的事情，比这个刚才这个变相一还惨啊，这个棋啊，这个最惨，被先手打成饼走在里边还不活啊、嗯，这个不行、哎、也就是说断可能白棋马上这个本手就是要粘在这儿的，要补一手。那反过来讲黑棋这个长是先手，那你说白棋在这儿走的是不是就都不好、哦、哎，不应该在这儿走，所以说白棋继续走，其实黑棋就简单的可能长出来这个地方也就很现实啊、哦。那这个断的问题可能真的要成为现实了啊。嗯、我这个有点为陈一鸣担心啊。嗯、有首歌不就是这么唱吗？就是叫什么"我为你担心"，是不是？我现在就很为他担心。如果一旦出现刚才那种场景，比今天的变相一都惨。哎呀，那这个小姑娘的，你说这多可怜呐、啊，这、嗯、是不是啊？是的。这个你看，现在离这个越来越近，因为白棋这步跳，又使得黑棋这步袜粘有可能成为先手。啊，你看，又说，因为这产生一段，那这个段不就成为现实了吗？对，那你必须得缩回去。哦，天哪，这个是里跟外的交换呐、啊。嗯。啊，这是典型的里跟外的交换。那这黑棋不会了，你现在全都缩回来了。是不 是我可能无论是上面还是在这边拆，总之我这一串整个这一带的这个战斗还是非常满意的、嗯、对呀、啊嗯、这个所以说这个没走到点上啊、嗯、就这个时候可能还有机会能够让自己不那么重，嗯，比如说王老师说的想想办法把这三个相对看轻一点，嗯，然后转到外面来，嗯，所以说这个下棋的时候这个理论其实、嗯好像不重要，但是其实就特别重要。嗯啊，它始终围绕着您说的里跟外。然后跟对，你得有一个这个最核心的这种思考的这种战略啊。嗯，你要不然你就下起来就没个边儿，你这都在干嘛呢？你可能问他自己，他也不知道在干嘛。是，因为他没有建立起这种体系。你哎呀，这个来了，好像成了现实啊！我们对他的担心。啊、哦呦，这个我有点这个。这个有点担心，真有点担心。陈一鸣是92年的了，这个其实，这是，周鸿祎才02年的，还他的路还长着呢，日子还久着呢，是，对吧？这个陈一鸣能拿名人很不容易，因为他之前就也一直
没有很出色的成绩啊。嗯，就是有过遗憾的亚军，但是好像他的第一个突破还真的是在这个名人战上第一届。对对对，所以说是希望他能够就自己的运动生命能够再长，但是你要老下这种棋呢，那估计是确实是很难 啊。这个真的好像你现在的担心，我们的担心就是成为了现实啊。我们的担心成为了现实。是的。啊，那就是说实战就是出现了这种。对，因为不走马上这就是叫杀的一个状态，你只有回去。大龙就没了。对，只有回去。立一根外，这是一个单关，甚至某种时候还可以说自填一目。是。这一段不如不可估量。对，所以回过头看，其实白棋如果不挖的话，你让黑棋自己想办法他也下不成这样。黑棋恐怕还得连着两手，指不定也就是这结果了。是，所以要说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甚至有时候你不如自己粘回来，自己粘回来可能也比这好，因为你这只吃了人不到十目，现在全被人家走成黑棋的后手。对，你索性觉得痛苦你不如就算了，就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像咱们女孩子下棋啊，因为你也对吧，对，你也是职业棋，知道我们的问题，你也是很凉，就有些时候你一旦这个有点僵化，就是陷入到那个状态，进入了某种莫名状态之后，你会下出很不可思议的棋。是，可能回过头等到我旁观者的时候看，我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问题。不用旁观者啊，你出去去趟卫生间，回头就恨不得捶自己一顿啊！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自己都不可思议。啊，但是这样一个核心的原因，我想就是你的这个棋还没成体系，哦，就是你下棋你不知道是怎么下，你也不知道你在棋盘上干什么，你没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思想你做指导，所以你才会哎呀跟着尝，哎呀吃子儿，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其实这个你看这个刺，黑棋这个刺也非常好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好呢？我们还是用里跟外的理论来解释一下，这是外，这是里，这个字有用。这个字没用，就其实就是门前，很简单、所以这种棋基本都是好棋啊、是的，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就是接下来如果在这种再走，这个事儿还没完呢，这一块棋你当初的后世还是处在被攻击的状态、是的，所以说这个出入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棋这个形式我想不用说了，我们这个已经给白棋，我觉得已经是我这个我讲棋形是给予最严厉的批评了啊，这个形式不用说了，这肯定是白棋是很差了已经啊。对。这个你像前面这也没办法，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最优秀的女孩子啊，现在小鱼儿吧大概 啊才在70名等级分。是。70名那还到不到啊，可能还不太到啊。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你和男子的这个实力啊还有巨大的差异。嗯，我们之前呢也刚刚看了这个柯洁跟卞相依的棋，是很精彩。虽然说最后卞相依输掉了，但是呢，你也非常能够理解他其中的逻辑啊，你能够体会到他合理的地方。他们觉得没有把握，他要拼一下。嗯，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女孩子就这个棋就不对了。你这个怎么样解释呢？你没法解释啊，对不对？你说不清，说不通啊，他整个的逻辑他不太通。啊，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女孩子这个比这个我们还是都要再加加油，还是要差，原因就在这儿。对，你的这个逻辑都不通啊，这个就很要命啊，这个棋一下子这个变得白棋就会非常难。当然你要考虑到，就像这个今天上午这个央视频的孙老师也很逗啊，他这个在搭档的时候他就讲，他愿意看女孩子下棋啊，觉得跌宕起伏嘛，那有意思是吧？为啥愿意看？背后的潜台词，你们下棋那个热闹，对不对？一会儿你好，一会儿我好，翻来转去，对不对？那不像这个高手下棋，你一个占点优势，他就亏不回去了啊、对不对？那没意思。嗯，而且这还有这个实际数据做支持。你在人家韩国这个围棋电视台，韩国有专门的围棋电视台，24小时播放。就像咱们天元一样啊，人家做过调查。收视率最高的就是女棋手的棋呗，不是朴槿惠对申真谞下，嗯，是那个女子联赛啊、下的时候呢，收视率最高，大家都爱看，看的精彩啊。嗯，那当然是他们啊，咱们作为这个棋迷棋友啊，但是作为我们职业棋手，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实力，能够下出这个非常好看、非常完美的棋，哎，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使命。这要老下这种棋，
这个我觉得不成啊！我这作为这个，对，您作为老师，作为教练，对我就对，就是这两招肯定是对我有一些就需要反省啊。这个一个是周鸿祎这个顶，还有这个陈一鸣这个袜啊。这个女子名人好歹也是我们的头衔了啊，你得不能够这样下啊，这样下并不好。是，那现在呢，我们也差不多就讲解到了这个棋局的进程啊。嗯，然后看到现在的局面，因为刚刚白棋的失误，肯定是黑棋非常的好，但是接下来呢，还是有棋盘有一定的空间。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再看看两位棋手接下来的发挥。微信号围棋天元，在这里能看到最新最快最全面的围棋赛事直播，点播欣赏天元围棋频道精彩节目，提升棋力，切磋棋艺，并和倾慕的棋手进行互动交流。不仅看直播，还能回看三天内的节目，实时分享，发表评论，收藏节目，让你突破时空束缚，随时随地自由观看。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或在微信添加朋友中搜索围棋天元关注即可。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中国女子围棋名人战三番决赛第一局，由周鸿祎六段挑战在位名人陈一鸣四段的棋局解说。那我们刚刚呢是说到，其实从这一代开始，白棋被黑棋断回去的话，形势是非常的不好。陈一鸣吃了很大的亏。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如王老师所说，就继续的通过尖冲对这一代。这个是很赞的啊！这个在优势下呢，该下什么就得下什么，不能因为有了一些本钱，对，就保守啊。是的，这也是一个要成为这个高手的一个标志吧。就在优势下，还是要该怎么下怎么下。不根据形势来下棋，而是根据棋来下棋啊！该下什么就下什么啊！对，这样的爬黑棋跳，这黑棋跳还是这个对这个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威胁。而且同时这个招法本身也是局部的一些定型的手段啊，局部就是好手啊。对，现在陈一鸣想扳回局势，那得有点非常手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实地上，白棋已经其实落后很多了，15、20、30、40、45，哇，黑的空很多。白棋黑棋是要奔60去，而白棋呢，10、20、30。白棋是奔50去啊，了不得了，因为这个目数的差距是比较大，所以说白棋要想扳回局势呢，就得在哪个地方发生点故事啊，比方说这块棋最后有没有死活危险了，这块棋有没有死活危险了，得考虑这个死活的问题啊。单纯的正常的一招一式比拼目数，这个白棋差的有点多啊。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黑棋的眼型和这边的联络，就是说白棋虽然要通过这些想想办法，但是客观来讲现在的操作性也是很有难度。对呀，你看这个当初这个恶果你送的活活的啊，是你这个都没有定型，这边有路那边有路这边有路，那不好攻。对，很难操作。现在白棋飞，黑棋拐下来，眼见的可能这一代又要这种拐都是好棋啊，因为你封住了别人的头啊，把别人封死在脚里。对，等于说黑棋这个时候也不用一味的去执着于攻击白棋这块，而是下在目上，徐徐图之，一点一点攻击。最大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获利，也不是为了要吃棋，你哪那么容易吃棋啊，一人一手是吧。能有便宜占就很好。对，这不拐非常好。那么白棋接下来飞出啊，白棋这不飞，如果要攻不着东西，那也是一步恶手啊。你假如说啊，白黑棋走那个当然是正手了啊，但是我就是举个例子，如果说黑棋假设走这个啊，把中间补后，这个地方的一手棋黑棋有价值，本来就是要下的啊。你这个地方黑棋走了这步之后，白棋这步棋就变得意义不大了，所以这步飞呢也是属于是先投入后产出的棋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白棋无所谓啊，怎么投入都可以，你反正最后得来这一下，得找一个胜负处。对对，得向这个上一盘柯洁学习啊，得找到头绪，得吃条大鱼，来点小虾米都解决不了问题。是的，所以这步飞呢对黑棋也是个考验。我们说这劣势下呢，你最好呢能够多给别人留选择。你让他 ABCD 把26个字母全用上最好。你让他选择越多，他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大。
是，你要下这种棋，人家不会错的。我会的，一秒就粘上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飞就给黑棋制造了一个选择。你是尝这个呢，还是拆这个呢？嗯，要进行一个小小的这个决断啊。对，其实在我看来，应该都可以啊，尝这个也可以。这个黑棋应该不会死，是啊，拆下面也可以啊，就是有这个给你打回去也无所谓，你这个打回去了，我就上面连上啊，对我就做活，对，反分而治之也是一种策略，所以现在黑棋呢就是选择比较多，哦，选择多反倒还没下子，对，我看啊，话音未落啊，他就下子了，这个思路非常好啊，从这种属于是恐怖分子，比较极端的啊，什么都不给你。你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啊！但是你这个时候有点没必要，你把别人都给惹急了，人家万一真不小心把你吃了怎么办？是不是？对，这种比较还是比较踏实的。这个走木嘛，对不对？你这吃回来是挺舒服的啊，但是没关系，我这个也都上面也能捞点木啊。是，如果白棋从这联络黑棋，就赶紧把这块处理好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对，现在黑棋的目的是全部各处做活，白棋的这个。要想扳回局势，必须要吃点什么，捞条大鱼啊！简单的收控是不够的啊，而且还差不少。是，嗯，要有巨大的收获。对，白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为啥说现在白棋形势不利呢？因为你的要求太高，你说你想要来点大鱼，吃个大便宜，那大便宜在哪儿呢？这个有路，这有路，这有路，两条路不行，人家还整三条路。是没路啊，对不对？对，然后这颗棋子呢，先不说脚上，那加上中央的影响，这颗棋子本身呢也不弱。这个何止是不弱，这是强的，因为这个太厚了，这个间接支援了这颗子，因为这个这地方一个眼，这地方一个眼，活得很厚啊。是，这边也是个立二拆三，上边还有路，所以说现在白棋有点，虽然是，想去。寻找拼搏的地方，但是这盘棋的格局来讲，客观来说是比较难的。对，嗯，特别难，特别难。对，这个现在白棋也在思考。但是这个要压分的棋友输了，别怪我啊！我这也是这个就事论事，因为现在这个棋，确实是很难啊。你们当然你要想这个按照这个正常的这种概率啊。你可能也压分也没什么赚头，因为大家可能都去压黑棋，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了，还有 AI 解说，对 AI 跟你一解说，现在棋我们压分其实也挺有意思，就可能都能参考着 AI 的胜率来压，对，当然参考的 AI 胜率呢也是一种水平，你有些时候你有可能会被 AI 所迷惑误导，对，我记得就是有一盘棋就是你这个 AI 给出来实力好像还差不多，但实际上你要是我们职业的高手一看就知道那个棋不行了，某一方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 AI 的计算只给你十步，但是第十一步是关键，第十一步之后他还没看着呢， AI 还没算呢，AI 你再让他算他也看得见，对，但是他只算十步给出来的胜率是差不多，你这时候去压分你可能就会亏很多，所以说也不能完全的这个死记硬背，光迷信这个数字还是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情况，哎，对，那这个也没办法了，这也就只有吃回来这样了。我们现在想想，你说这步棋要没有多好，是就是一手棋，这就是又白拆是吧？时过境迁了，这已经里边割了一手了，再吃回来，那黑棋也就能接受了。对，大概黑棋尝一下，直接跳回啊，就觉得不走了，也不大啊。对，他尝他觉得无所谓，也重，对他可能觉得反正白棋现在这个形势也不可能再一步一步。他是这样，如果尝你要粘的话，那他肯定又尝了。嗯，他肯定是怕你这样跟他乱来啊，有担心。他这别这么一搅和搅和，最后你已经断开了，他这怎么？哎呀，他这算了，就是。这就属于是有钱人不在乎，对，而且他也确实觉得现在的局势，白棋虽然本身提很舒服，但你现在再提，我可能就打小堡垒，这棋可能从这棋来看，哎，我觉得这个周鸿祎现在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啊，很清晰，哎，对，这个时候抓大放小，在优势下，嗯，在读秒中，嗯，重要的都是你的思路得很清晰，你得知道自己要干嘛，就当前什么走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嗯，你现在这个周鸿祎这步棋就很清楚，现在。确保大龙安全最重要，是能不能便宜点那也是小问题。哎，现在你看，白棋还是得进来，白棋来了，不可能。哎，这个陈一鸣当然也知道现在自己的形势不妙，这种打入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争胜手段。你得先把管它厚还是薄的啊，它厚你就当它薄，对啊，对不对？你管这个都无视，这个这个子一会儿一飞，你就要求全是你的。
只能这样才可能能正胜。哎，你要还是常规的外边走走，那不行，必须得打入。嗯，这个下的没毛病。对，白棋现在心态已经是这种光着脚在河边走的状态。对，就是什么我也不怕了，我就有能拼搏的地方，我一定会冲上去。怎么乱怎么来。对，挑最乱的下。嗯，黑棋现在呢，就反正这个得知道。对，黑棋现在的思路就是这一片一定得保，这个子没关系啊，实在不行给你吃就给你吃啊，这个不要紧。对，所以说呢，黑棋现在最好的应该是，比方说这种斑斑，又有官子。哎，又能走后，哎，这种就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不走，马上就下。哎，你不走，我还可以再搜刮你脚。可能白棋至少要跟着硬一下。哎，那你硬，我们总是有便宜占的啊。最后啊，就兼一个。这个你看，这个咱们前面说了，这个周鸿祎呢，这个思路很清晰。周鸿祎的特点就是他思路容易出问题啊。他的计算没毛病，他只要是走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他这个下的招呢，基本上都没什么毛病。就怕他突然之间。他走错方向了啊！大方向没抓对。回家往南走，他往北去了。他跑得再快，他也跑得然后算得越准，哎，对对对，越远，南辕北辙。对对对，反而对。所以周鸿祎一旦这个思路上没毛病的时候，他的棋也没什么毛病，下得挺好的。是，嗯，所以这步尖你看也是，对，很清楚，一定要牢牢的做活。这个子没关系嘛，对，而且。还是很有弹性的。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个的话，这个经典一飞就是活棋。对呀、虽然说可能有点惨啊，两目活，但是是活棋啊，这是经典的。嗯，但如果说你走这边的话，那我可能随随便便再往外走一走，对，我这个子罪不至死。这个即便这个子全都给白棋吃了，黑棋也不要紧。黑棋就是一定得确保不要出问题，因为你要知道，白棋为了吃这颗子啊，这地方已经走了两手没目的了、黑棋这一手拆就很大。这时候也在十目以上，是，那你还要啥自行车？是不是？对，时控又涨了。啊、这边你给人家一点就给人家一点吧。嗯，啊，那这个没办法，这个很无奈啊。陈一鸣选择的这个是咬着牙呀，对，很想这样全吃。对，但是这一飞，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这一飞是经典的活棋。是，这个、但是你这样一走，这就威力全无了。嗯，即便再给你吃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了。对啊，这个现在黑棋的选择也很多了。嗯，这要是我就还是这个大，这个官子确实也非常大，本身官子也大啊，又厚又大啊。这个、马上甚至以后我这个再过来的时候，白棋自身对呀、还欠着。这一回一搬，这白棋都挡不住。嗯，这都带着木啊。对，本身也是非常大的，属于又有木数又有厚薄的这个棋，也是很好的。此外的官子以后这个也很大，这一挤、一粘一搬过，气儿都不用收了啊，这也很大。是，嗯。当然，这个前我们说过，这个局面的黑棋收官呢，是怎么都是有理的啊。对你只要一步一步保证安全，走在木上，哎，对，就怎么下都行。对对对。对，所以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真的本身之前一直都是非常接近的军事，就从这边挖完之后，然后又有这个长比较重下的，嗯，这个思路乱掉了啊，这个下棋这个思路是不能乱的啊，思路一乱了就容易就会。下出连自己都难以接受的棋啊、是的，我想可能等陈一鸣回过劲儿来的话，他应该会很后悔。他、陈一鸣呢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女将了，他、下到现在他还能不知道吗？现在一数控，发现自己控哪儿去了，控都找不着。那问题所在，那自然就很容易知道了。嗯，是的。就是有些时候容易上头，下棋的时候是吧？因为你也现在也下职业比赛，对吧？杀起来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啊，眼睛里就只有那个看得见那个东西了。这个就是非常的容易出问题。对，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女生她容易这样，因为女生她对于逻辑性、理性方面，就天生她就会差一些，是吧？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啊，但是你要想成为高手，没办法，你就必须得去走正确的路啊，在这一点必须得克服这一点啊、这周鸿祎还不依不饶了，因为这个后事啊，这个不是白给的。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抛开局面的话，这个地方肯定是黑棋有本钱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说现在的局势，黑棋是安全运转嘛，所以之前这个看这个尖一只也是啊，典型的是投篮三不沾啊，这跟前面那个三不沾一样。你看这个尖、对这个没有影响，对这个也没影响，这个就是你至少得来点这种，对对，这俩有点压力的棋、或者是这种，对吧？真这个想干嘛？我真是不知道。诱惑你，诱惑我是吧？这个可能也是个办法啊。因为我是黑棋，我现在我就走这个。
不为所动、你不走我就再一冲，哎，赶紧把这个都走后、我一会儿再一打，我全都是变成手拉手状态。我自己这个全都变成铁。当然周鸿祎眼里他可能还想着我煎出来吧，吃了你啊，这种当然也是可以。你知道哪怕包括现在长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白棋现在是怎么办。现在这个黑棋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啊，对，这个是的，白棋前面的这个战略失误太严重了。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秒啊，从时间上看应该有人进入读秒了。对，因为是中午12:30开赛，每方2个小时。我这很赞啊，这个确实还是长齐了啊。虽然说他这能下出这步顶啊，但是这种顶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觉得瑕不掩瑜吧，能够他的后半盘的这个收束的这个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啊。是的，这个这样下的话，他的胜率会比较高啊，就不容易被别人翻盘了。是的，就像刚刚王老师说，其实马上黑棋的这个冲了打就是先手，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完全的是连成铁一样。还没完呢，我这一会儿搬了拐，也还是先手还要再继续被欺负的都不成样子了。是，那这个地方黑棋无后顾之忧，这里也安定了。那我们之前说的，等于白棋这盘棋本身翻盘就是必须要找到黑棋有可能会出生命安全的这种重大问题。比控你白棋是四字头。人家黑棋都快棋都五字头的，五字头以上的，这不有了这步跳，估计都快六字头了吧？是，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可不是六字都不止了。所以这个目数，这已经是完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对，所以白棋挤，没办法呀，你还得防着这个，还得联络自己的毛病。黑棋现在其实就走一走，赶紧把这做做活就挺好。看他怎么，因为周恒宇我记得啊，他以前小的时候，他下棋不比现在快，你知道吗？他读秒的时候也噼里啪啦的下啊，有一回这因为这个随手的被人家翻盘了，我这说了他一通。哎，这小姑娘挺就是还挺能总结教训的，从此之后他读秒的时候他也不着急了。那每步棋他也都给你考虑到最后，考虑的明明白白他在下。对，这是一种技巧，因为读秒，我们在读秒之前的时候，你每节约的时间都是可以用来之后思索的。但是读秒的话，就是你想到58和你想到20也是一样的，是一种技巧，对，但是也是一种心性，就是它能够稳得住，沉得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看清了，他不愿意再算了，对吧？我还算什么了？就像现在这个棋，其实现在这个棋你随便怎么下，应该都问题不大了。但是他仍然能够沉得出气在下，他心性也不错啊。对，这个，所以说周鸿祎现在成绩不错，他也还是有他的这个原因吧，有他的这个必然性。是，就是从技术上、从心态上各方面都在成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努力呀。周鸿祎是非常用功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用功，所以这也可以告诉我们，你要想有点好的成绩，是。你不下功夫呢，不可能的。对，是不是？付出一份。你包括像柯洁，对，你想想那个他今天那个变相一，那可是在网上成天恨不得24小时在线的人物啊，都轮流找各大高手切磋的。你不用功，你还能够拿得住人家吗？是不是？柯洁只不过是功夫都花在大家都看不上的时间，而且或许他这个学习的效率比较高。对，是吧？人家能把这个一分钟当两半用。对，就是人家以质量取胜。对，他如果能够这个训练内容很高效的话，那他可能可以事半功倍啊。对呀，这个优秀的人他基本上都有这种特点，要不然他也一天24小时，咱也一天24小时，那他那时间从哪儿多？他就是效率比较高。对，看确实黑棋的思路很清晰，就是哇，这个搬，如果说白棋只能，哎呀，白棋不挡，这个也不行。这接下来什么反击，好像这个次序也不太好组织。对，但是这个这块黑棋一活，那这个棋，我要是白棋，我也就差不多了，就是我就保留体力，明天再战了啊。因为这块黑棋要一活的话，这个可以看到，这彻底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在了啊。当然，这块棋即便不走也没问题啊，因为这个，非常的难。现在，
对，白棋非常难。白棋的联络其实也不是很完整。啊、你是说这以后这一抽一段？就以后我后了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演示一下，这是一个很隐蔽的手段。就是在我，比如说我这个黑棋断不成立的情况，说明你对断点也很敏感啊。因为你看这个一冲一断，嗯，啊，你想吃人家，对不对？对，我你一叫吃的时候，人家发现这一跑，你尴尬。哎，我这个字还是有用的。对，这反倒能还能把黑棋白棋断开。对，当然前提我要让这个地方让这个断点不成立的时候。啊，对对对，这个说你说白棋现在啊，就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状态啊。对，很困难。嗯，很困难啊。不过王老师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虽然说黑棋从这儿开始一直都很好，但是能够看到确实小周它的运转基本上每一招其实都是对，都下得非常。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小周就是他这个一旦思路没毛病了，他的棋也没什么毛病，因为他的局部计算是非常不错的，基本功还有这些也准啊。当然这个陈一鸣今天这状态不好的原因啊，我也是略知一二的，因为他这前一段他的身体出了点小问题啊。这个你像在这队里边，我是都特别是鼓励他们去锻炼的。嗯嗯，你要去锻炼，你4点钟你就可以下训练，没问题。嗯，你只要去打球啊，都可以。我认为那个的效率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啊。你这个老关键的时候你就身体出问题了，那你这比赛你再高水平也发挥不出来。是的啊，这可能也和这个有点关系吧，因为这个一旦坐久了，陈一鸣就会觉得他的腰可能不太好。哎，坐久了他就可能有点昏。那这个作为我们围棋运动员还是很受影响的，因为咱们下棋这个时长就得讲究坐得住啊，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影响。一盘棋下来，你这个像 LG 的用时是每方3小时，对，你要下个3个小时，可能激烈的能奋战7-8个小时，那都算少的。嗯，你像这两位，这个周鸿祎的他就也经常每方2个小时，他给你下5个小时都没问题。那按这个比例算的话，给他每方3个小时，他是真能给你占一天。他因为他要读秒啊，一手棋60秒，他下他一手棋给你考虑到50秒，一手棋就1分钟，是10手棋10分钟，100手棋100分钟，那一盘棋是不是你下个200手很正常？对，像今天其实这盘棋是因为白棋中央之后就形式上有点一边倒，其实本身他们的进程就挺慢的，如果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的话，也是会下到挺晚的。是的是的是的。看现在白棋就是挡，那么黑棋就窄。白棋都开始往这冲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可能陈一鸣开始读秒了。是的，这个下到现在确实至少总有一方要读。对啊，如果最后周鸿祎用这一冲断，那我相信这个陈一鸣也没办法继续了。如果说陈一鸣没看到冲断，而周鸿祎又把它给冲断了。嗯，比如说为了保守起见，就冲之前把准备工作都做掉，对，该走掉，那可能就比较有把握。是，对，但是现在确实，好像因为官子也不是很多了，基本上目数大的也就是刚刚王老师说的这边。现在反过来还是这个黑棋后啊，因为你看这个地方还得冲断得防，哎，这个地方这边好像还有搜瓜，还不活，所以这还欠一个很大的收口。反过来还是黑棋后。是的，目数我们已经给大家点过了啊。是的，这个点起目来就是黑棋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黑棋的目是越数越多。白棋的目你数了白棋是4字头啊，40几目，在这个范围内打转。黑棋是就是收着收着，比如说保守一点也得快奔60去了。对，可能收着收着抢个先手，哎，又涨7-8目这样子的。这种手段就更甭谈了啊，这都还没输。是的，嗯。所以现在确实只要黑棋不出大问题的话，那么对周鸿祎的这个接下来的运转是没毛病啊，这我也是点赞。是的，他照这种发挥我觉得可以和崔京一战啊。因为崔京他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优势的时候你很难翻他的盘，就他强大在就在这，因为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他的棋逻辑也很强，他没有那种就是丧失理智的时候，就好像突然一下崩掉的那种，没有啊，永远都是帮着啊。对于这个这个想法很好啊，就是你要想这个翻盘，你就得给对方选择。哎，你是搬还是缩回去？你给我个答案吧。你要是老是这样一冲，这种下法，那人家谁都会，都能挡得住啊。
啊，那就是对这个你说了，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先手。也有点学 AI 剪枝嘛，就是变化看得比较清楚。对，而且这很愉快，本身收木嘛，也是把白棋的木数冲掉，也是挺舒服的。还有时间。重要的时候，你一冲之后，哎，五十秒就来了，五十秒就来了。就像玩那个游戏的是吗？你就突然之间往哪儿弄一下，然后突然间时间又来了。哎，对，像开赛车是吧？对对对，过了这个点，哎，吃了一个这个加时，然后一冲就加五十秒，一会儿再一冲又五十秒，然后再一打，然后就基本上靠这三分钟就可以把整个接下来的思绪都理清就好了。对对对对，这就是在优势下的一些如何运转。嗯，这个地方要搬的话也可以啊，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看看要搬啊，要搬也没问题。嗯，再加这个。哎，这一下加别忘了，你要先把这儿。哎，这边暂时就应该是没问题。扛住了，对，因为我气比较长。对对，比较安全。那我这边再。你这边这随便这一走，这也都是先手。我是追求眼，就从下面我联络就反正就是。对，都随意。也就是这个地方黑棋搬出来是成立的。嗯，当然你不搬出来也没问题，不大、啊、对，因为现在的局势你可能就缩回去也没什么。对，嗯，这个还是看他自己的选择。嗯嗯，是的，这时候的胜率估计是已经是没不用看了啊，因为对，这个是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啊。是的，因为你稍微数数目，哪怕就是最不精确的数目啊，最不精确的数目也是一十十二十，那数不就最少是有二十？你算给这数二十五，这块数十目三十五，那也就发现四十出头，嗯，就是四字带对的。而黑棋呢，你这一十十五二十三十四十，这一块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白棋所有。对，就这边好像都是白给的。这个一个贴目，这一个贴目，这两块加起来也是十五目超上，嗯啊，所以可知这个。黑棋的优势是目数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对，而且像王老师说的，其实这个棋我们可以看到，黑棋从收官的角度是厚的一方。对、啊，这种厚的一方收起目来，越收越多，越收越多。黑棋这种冲断的这种隐藏的厉害的手段，都不算啊。如果说现在黑棋要落后的话，黑棋这一冲断，马上就可以翻盘，这都是，这都另算了，这是属于是额外的。嗯，是这样的，所以现在。黑棋也是，就是像一边沿着时间，一边把这边定型掉。嗯，冲、断之后呢，这个黑棋会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断。哦，我刚才看你吃了一惊是吧？我也吓了一跳。对，因为这个我能感觉到他想拼搏，但是从这里拼我还是有点压抑的。这就是女孩子的特点啊。对，咱们前面说过催经，就是这种事情就绝不会发生在催经的对局里面、嗯，因为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啊。就这种拼搏其实是有点加速，对，加速自己的那个，因为这个劫这个劫是黑棋的无忧劫，而且是白棋的生死劫。嗯，对，我看到白棋等于是抢了个这个，而且你。抢的还不是说抢了就能赢就致命的东西，这就是可以说这个心态也乱了啊。嗯，这黑棋就确保我自己这也是个坏习惯啊。就咱们就前面说过嘛，这你平时还是要养成一些好习惯，就是这个一定得有理性，这个棋啊，等待形势就算是不好，你也要得接住啊。如果说接住还有那么0.01%的希望，嗯，那这个可能就得0.01%。嗯，那我们这个还是得理智，这个没有意义，这个啊，这个没有意义。你看黑棋把自己补强，他这个一提之后，人家就算不开劫，你自己补回来也是一目两目，二又三分之二没了，一个逆收啊。也就是说你已经奉上二又三分之二，三目棋吧可以连胜，亏损，然后背着一个大炸弹，这个。这个咱们说这有冲断嘛，这都不说了。这本身这个劫也 是，这个就我就随便这种劫都可以啊。这个太重了，这个劫一旦我们看啊，这个假设这个黑棋一旦这个劫胜了啊，这怎么办呢？我要讲那开在这里，全部都死了。这个，所以这两边的弟兄都阵亡、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理性了啊，这个，我们就等待的这个棋局的接下来的进程吧。其实这个棋我们就现在就宣判了，也没问题了，我这个应该不会有反复，也敢押宝了啊。确实，而且他们这还不是
还不是网络对局，网络对局你还可以压一个花标，还可以压个超时，是吧？对，这个是面棋，哎，是在线下的下的，所以基本上是白棋不太可能翻盘了。这白棋只不知道得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才能这个逆转？我是这得需要一些想象力啊。就是普通的这种，我们之前还在小周没有这么完美的运转之前，还觉得白棋能够通过去找黑棋的头绪弱点啊。小周不错啊，小周直接就开劫了，想让我们早点下班，加速进程是吧？这个直接开劫。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就是一旦那可能就因为这个太简单了，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劫是黑棋是无用劫，就算黑棋打输了。对。就等于你粘了一个，然后我这儿给你交换了一下，我也然后我就可以外面走把飞刀。对对，也就是说现在黑棋白无偿获得了一把飞刀。对，就相当于我去走别的，你去吃了个这个，对我就是无关生死。那么我有一个连走两手的权利。对，现在留给了黑棋。现在就是看看黑棋这个飞刀是飞在哪里。对，怎么飞？因为确实白棋可能这一代倒是还有点劫彩，是他稍微就可以这样飞啊，边收官边那个考验着你的飞。对，白棋找劫的时候还不能找损劫，因为不损的劫就是一个尖。对，之后就很容易损了。冲三个，你再随便断就都可能会亏。对，是的。哎，还是了解啊。这个对小周的运转看样子是没问题。这一间本身白棋就有的些许难受。你是长还是搬？你搬的话，人家劫财多。你长的话，你目数亏。是局部本身肯定是要搬的。对。但现在的这个，又在打着劫财。你搬人家一反搬，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劫财就来了。你这个。但我想下到现在，其实作为白棋，他其实也知道这盘棋已经应该说是无力回天了。他也是在这个我们也作为这咱们都是职业棋手，也可以理解啊。就很多时候这时候并不是一定要翻这盘棋，就是调整一下，而是在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同时也在复盘。哎，我这个棋是输在哪儿了？我怎么就是输了？怎么就这么惨？是当他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他就会差不多输了啊，这个是也是我们身为职业棋手很理解的啊。大家可别以为是想着这个，哎呀，还想翻盘，这个我们这个实战中很清楚，这个棋根本就没有指望啊。对，是不抱期望。这种时候真的是只能就如果说还抱有着想让对手出这种问题的话，那真的是不如去买彩票。对，这是天上出彩票的那种去买个彩票概率了，也还是的。就是在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啊，这个蛮神奇。而且还有一个悬念，我不知道小周有没有看到这个冲断啊。这个我觉得以他的敏锐度应该是没问题。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相信他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悬念呢。是。但是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悬念不用揭晓，就是在这个结争可能就要分出胜负了。对，这个，要想知道这悬念，我们只能是当记者去采访了。是的，但是要记者，好像记者，我觉得咱们的记者朋友能看到这个冲断的人不多，有这种水平了。虽然记者里面高手也很多，对，也是高手如云。比方说这是谢瑞同志，就体坛的，体坛周报的这个谢瑞老师，体坛周报的老记者了。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业务啊！你们谁能赢谢瑞？你说自己有业务，全天下至少我们棋界都承认，都认可啊！认可对对对，他，但是他谢老师能看到这冲断吗？谢老师现在不知道在不在看，我们可以问问他。但是你说的很对，可能这盘棋这个结就决定胜负了，就打完了就收摊了啊！是的，没有机会再施展这个冲断了。我觉得白棋主要确实像王老师说的，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给棋友看，就正常的定型，这是一枚，然后两枚，然后白棋这个子肯定不能死啊，然后三四，然后这好像光这一个局部白棋就已经很难找出这么多劫。对啊，已经六字头了。这边啊，这边的白棋呢有点劫。这边这个劫也是黑棋高兴硬就硬，不高兴啊，也可以啊。是。确实是这样，当然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黑棋，这是无忧棋。黑棋就是打输打赢没关系啊，你的全部身家跟人家搏命，但是人家就是九牛一毛啊，人家可能就吃个冰激凌都不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点，本来就是白棋的空啊，就是这个棋，所以说也是随时都可以可能会结束。对，啊，我们感觉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分出白棋是加这个，这个就是。
这个机会。他的意思是你不走我这边，我要吃你这块，就是你敢提我就要吃你这边。但是这个一加之后，这个冲断是变得把黑棋是看得门清了。对，就是我只要一冲断，这个断还有个反断，你这块是死是活呢？我还得算一算，对，你能不能委曲求活？你这一加之后，那不用抽了。这我会了，这一冲断，随时冲断，随时吃。嗯啊，是的。所以说，我看这个，对，如果说得粘，哎，这个团有关系，好像我得粘在这儿。这个先手可以尖。哎呀，你这计算还太深远了啊！但是现在优势大到，就算是你尖，我也不要紧 啊。对，就算是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都是螳螂捕蝉的啊。哎，这个计算，还是这个地方就是要小心。哎，如果你要冲断的时候，哎，就有一以为得手了的时候，被人家一反得手是啊。就这个子是有用的，哎，本身是要跑出来，对对，你跑不出来。当然现在的这个局势，比如说我就算跑不出来，我就靠这个劫财跟你打劫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哎呀，这什么都不用了，现在这个局势还用啥呀，啥也不用了。这个因为差距太大了。对，嗯，加一个，嗯，基本上这是最后的，就黑棋确保自己不要出问题就可以了。对，黑棋还是这个你要确保不出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人走啥你跟着硬。嗯，对啊，就把这个棋局的走势呢控制在自己手里。你本来是希望一直往北走，嗯，你千万别就往西去，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你比方说你接着跟他打着劫呢，他加你就硬，你别这又像变相一样。对，因为这样的就是相当于从落后的一方，那我肯定非常欢迎跟别人来个转换，对吧？我在这儿又可以跟你再算一会儿，至少对，结果行不行？对，一下子就要出大毛病。是，所以硬还是冷静啊？你看我们上边这小周这找劫还要找着断着找，对，这招这招这么厉害，真是。断的人家要退的话，他以后他就打了冲过来啊，他觉得那样目数便宜啊。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反正现在都是他的理，啊，这个是黑棋有本钱，没有什么没理的东西啊。是，因为这个确实是，他的意思，那按照你的逻辑，他显然没看到这个冲断，要不然他就接在这儿了啊，是吧？嗯，那这是小周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或者说他冲断之后他没看到白棋接。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没看到这个的概率比他没看到尖高吧。嗯，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如果说白棋团打一下，这个毛病就补住了。是，我们先这个棋，这个我们只能是探讨一些这问题了。是，哦，陈一鸣选择的吃这个，啊，那我觉得这个棋就快了。那这个小周这一段他又得利了，对，又便宜了劫财。对呀，啊，他劫财又细腻，学到了一手。那他还下得很细腻。对，他意思就是说你退的话，我以后这个目确实从这个角度我是很棒的。他目这样冲过来，对，很舒服。你吃他还可以吃到这儿啊，确实从目数上这个下法很好。对，所以这个段在现在也是好棋，而且现在我估计小周还要追求一下，但那个不粘是不是？嗯，是没问题啊。他给你心结，一会儿用劫财当粘，这个白棋太难过了。嗯，是的。嗯，这个你看小周他这个特点啊，他这种已经可以说是。确实真的很不是鸭子煮熟了，已经快上砖盘了，已经到嘴里了。对啊，因为筷子夹起来都到嘴里了，它还是59、58在下。哎，真的是像这种地方真的很难忍不住，就是觉得我就提了吧，这还有什么妙题啊？对，嗯，提是的，这就他真的是那稳得住，现在真的是心性不错，这小姑娘心性不错。这个02年的，但是已经有这么稳重，然后这么稳定的，还是是啊，现在很棒的表现。干什么都是成名要趁早啊！是02年，你看，小鱼儿今天还说呢，他97年的，现在他说他自己都老了。确实，好像一想，因为现在又涌现出一批小孩，包括像日本的这个上野爱香美也是01年的，也是挺小的。是啊，你想想小鱼儿，他10年前正好他到的国家队。对，10年嘛，真是时间。那时候我就做教练了。哎，看这小姑娘，这个一个啊，小姑娘，小丫头，就这种。嗯，现在一想，她97年的在队里边，那比她小的一大串啊，真的是。嗯，对，数一数，比她大的反倒数不出几个。你看这个周鸿祎就02年呢，还有唐嘉文04年，对对对。是不是？嗯，他97年的可不是，也都不小了。是，所以说这个，
这陈一鸣，我很希望他能有继续能有好的成绩，但是他这个中间的这一串下法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致命的问题。就像您之前说的，从这个退啊粘开始，对，其实都有一些松的感觉。对对对对对，这个得起还得紧凑起来啊，得追求效率一点，啊。他选择吃啊，这个就这个肯定会粘，其实我没必要。但是确实，小周就像您说的特别稳，对，在这种地方他都没有马上的下，他还是在稳。你说这看的人啊，有些就那个就会觉得受不了了，对吧？但是从这个竞技状态来讲，还是很好的。你要知道，这棋手这个不容易的，因为他下这个时候他还在那想呢，你在这就看看热闹。对不对？他不在那稳得住呢，咱又着啥急？是吧？咱无非就是多站一会儿，对吧？看就他下的慢点就慢点吧。对，那基本上呢，一旦白棋肯定要提劫，那么黑棋可以拿上面粘当劫材。对，当然，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摆的是特别快，他们下的话，肯定每步棋还是会思索到最后。这个估计也差不多了。陈一鸣这个情绪整理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啊，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空间。这个地方，一个板八还带拐个弯，这里不会有问题。然后这个劫筝现在脚上的劫材，白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确实是黑棋办法很多。是啊。而且毕竟我就飞刀，我好像实在不行，我什么就是随便收两个也可以，都可以。现在就看他们的吧。对啊，这个任何一个长久的停顿，我们可能都会理解成是不是结束了。对，就是如果超出这个50秒以上，55秒、58秒以上，就有这个可能性。对，但现在因为在黑棋下，所以说肯定还是要。等待他啊，对，刚才提及了啊，这个顺手一粘啊，对，粘完之后这脚趾一扳，那白棋是挡不住的。就是这个地方本身扳白棋得拐吃还是尖，这个棋可能拐有点难受啊。对，给大家看一下，可能我们现在只能找这种小这个手筋的地方给大家看。这样，你一扳是硬的，你还麻。对，因为我要是吃掉呢，那您就我单扳是不是也比较硬的？你有点小难受。对，这个还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段。现在黑棋就粘，这只白棋可能也得吃吧。这个没什么，这种棋应该说对于棋手来讲就是最乐于见到的局面，就是空又多，棋又厚，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随时一把飞刀，我就怎么下好像都。是是是，这个搁谁都都喜欢，这个无忧解答的，这也都，而且也不花钱的，我就而且好像进程快起来了，是我刚才看竟然不知道是转播的问题还是什么，马上就提了，对，秒，这个就是这步提是秒提，但我觉得确实下到现在，我想之前的每一个50秒，其实小周都有在考虑，因为对于棋手来讲，就这几步棋都是很必然的，所以他其实也已经思考了很多后续的招法。我倒想出一个悬念，你这个尖是不是尖？你这尖我会不会就啊哗啦就给你轰了？看看这个是不是尖？这样，然后从后面啊，你铺一个，我接住。那我得，你为了防我兜过，你得提掉。然后我补一个，你把我这个吃了，我把你这个吃了，所以说是尖是不是尖是一个小小的疑问，但我要是白棋我肯定尖一个，给你一个选择。对，我觉得从对局者的心态，黑棋还是想粘吧，这个点目这读秒还得点目，太麻烦了。这个你看，来了，悬念了，再问一下。虽然白棋黑棋不硬肯定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心理上其实对黑棋来讲，对经验上没必要，最好别生事，这个优势下最好别省事，对，别人走你就跟着硬，招招硬，对，只要不吃亏，吃点小亏都没事，就是跟着硬，跟着硬，对，所以说，但是这也毕竟是一个悬念了啊，会不会他会不会硬硬啊？主要是因为就是黑棋这是无忧解啊，这个劫是无忧解。对，如果说这个劫对黑棋还有点负担的话，那么其实这个肯定是消劫是很好的选择。但他现在就是因为本身这个劫没负担嘛，没压力，就有点不想节外生枝。那你看，对，不错，
我觉得还是经验小周虽然说小啊，但是经验、比赛经验也很丰富了。对，他现在也是，我觉得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了，因为确实他这两、这几年应该说看得到他成绩一直在越来越好，那么相应的肯定机会也越来越多。他冰胜杯也下过决赛了、对那个场面我也是印象很深的，那时候很希望他能赢。但是呢他确实也还是差了一点，就说当时的他和崔金还相比还是有暴露有一点。他和崔金下呢，因为周鸿祎的比较用功，他对于这个布局研究比较深。所以说 AI 刚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说就要求他，你这个必须得、多下功夫，把这个至少把这个套路啊，你咱们能够掌握的，你到后半盘啊、功力的提升太难。你布局这些熟悉的套路你总能花功夫就能搞清楚吧。是的是的，你研究清楚了，包括他的这个后续手段、都研究一下。他也很听话啊，就是所以后来他的布局提高得很快。他跟崔金下的时候他布局都不落下风， 不吃亏。对啊，但是崔金的这个后半盘的战力比较强啊，他是输在了后半盘上。是、印象中其实崔金后半盘逆转的还是挺多的，他其实总体来讲他的前半盘优势并不明显。高手呢永远都是啥都厉害的、要不然他怎么是高手？你就像柯洁一样，你说柯洁啥不行，是全面的、他觉得他关子不行，但是我们都眼见的他关子都把别人刮的这个滋哇乱叫的。你说他战力不行那更甭谈了，那布局呢更甭说，那啥都行，所以他厉害全面。最近也是一样，没有弱点，明显的弱点，没有真的没有，没有软当，是，所以还是要继续加油啊！哎呀，这个力很有意思啊，就是要把你结给你打对打崩，走这个、那他一会儿呢？他是他会不会这样打？再考验你一下啊！看你是提还是粘啊？就没关系了，我们就看热闹，都行，都行。他高兴。哎，这会儿我感觉他们俩进度快了一点，这个梯子也都提的，是吧？对，我看他们提的好像没有之前。确实也是。加速了一点、你都无忧结了，你还想怎么样吧？那白棋现在就看白棋这怎么找。接下来会冲啊，但是冲完再找就要损了。对，之后怎么找就有点不损的结只有一个了。是。啊，黑棋的不损的结很多，一会儿一吃，看看你是提还是打，这就是第一个考验。对，你要木还是要劫？是的。哎，我突然想到，王老师今天好像是双十一，是吧？是一个、那个、双十一呀、啊。那你肯定是收获不小了。我还行。是吧？购物车都对都满满。就我们这个节好像从最开始好像是给这个单身朋友过的，但现在好像已经演变成了这个全民购物狂欢的一个节日。是吧？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天元的话，如果你就是棋友们就是续订一年的话呢，也会有赠送一个月的一个优惠活动。所以我们旗舰呢也赶双十一。那机会难得啊。是。然后相应的就是如果两年就是两个月，以每年赠送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那如果感兴趣的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好，接下来啊，他是先吃这个，主要先吃这个的话其实考验哎，对，白棋你是吃这个的话我可以上面再吃，你要木还是要劫，就很清楚的问你、还是要木，要木啊，那你这个一会儿、白棋是冲一下啊，白棋冲一下，对，体积我们刚刚是在说这个打吃，对，也是对白棋一个考验，从这边他是想提的，但从脚上呢他吃在这儿又会有一些好处，而且这样一会儿接下来黑棋再吃这个，哎，对，吃这个还是吃这个都可以、对你都是考验啊，是的，然后最后再搬一个，对，现在应该说黑棋再提完劫之后白棋怎么找劫就上面就不好找了，黑棋这个劫窝还没用呢、这一冲还有无数个劫材可以走，是，可以到最后再用，因为总是想先找这种不损，对，这种搬也是劫，对呀、因为你要想到黑白棋吃到的大概就是十目左右的一个关子，你只要是找劫收获大于这个，我觉得你本来黑棋的优势可能也不止十目，所以说现在真的是这个劫就算不存在也问题不大。这个黑棋的这个棋局的胜负是没有悬念，最大的悬念可能就是看看什么时候结束啊，要是看看在第哪几手、哪几手之前。对，王老师，这个脚上是劫材吗？这个脚上，高兴就是。
我得看心情了啊，因为黑棋这个都活得很，不会被、啊、都是活的，各种只要各种，别被全吃掉啊就行、嗯。对，对。现在就是悬念就在于白棋下一枚解，因为我们说上面这个地方呢，之前的这种都是免费解财，再怎么找就有点你要不要找担心损？对，是你到底是要解财多呢、啊，还是要木？还是找了一个损啊？那还是说算了，损就损吧。那、哎、你。因为你本来这个地方上面原是先手、啊、对，所以这样的话你总是死进去一个，那你就收获，对啊，你最后你要想长的话，这都是后手了、啊、对，我就拐吃在这儿、啊、脚里活不了，嗯啊，你要找绝对一下只能搬，对、啊、那这一下就损上面了啊，对对对，所以白棋就是之后的劫财不好找啊。我们看到确实白棋找完这个以后，黑棋就找了一个这个，哟，这个棋的意思是周鸿祎就是想一下子就把白棋打爆，嗯啊、嗯、这是这个意思，因为本身是这样跑一个是稍损一点点、嗯、稍损，他可能还是想让白棋就问你那第二道子怎么找。哎呀，本来这个咱们编导问这盘棋五点半能不能玩、嗯、是吧，我的信心满满的说是没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还不一定，有点悬念。现在看来就看 啊，你看这步搬又是损劫，这个现在就看这个很损。你搬完之后你要找还是得，你要跑一个也损，跑被人吃在这儿也损、嗯、啊。但是你找别的就少，确实也嗯对。看白棋怎么找吧。啊，白棋黑的、这个、难道黑的有可能直接吃回来吗？嗯，对啊，你如果要想让他损，直接可以吃回来，直接吃也行，因为就把这俩看成也无所谓、嗯、而且我气这么长，对，我也不担心，还是看高兴了、啊、嗯，这个气看他怎么来。对对，其实十一月份好像比赛还挺多的，对于棋友们来说主要都是之前积累下来啊，对，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还账。 嗯对，之后好像有烂柯杯，然后女子围甲，还有龙心杯，对，然后到月底还有吴清源杯、啊、那吴清源杯今年我们这个发挥的非常的好，已经提前把冠军都留，主要是有一个厉害的外援上野爱小美，这个帮我们扫清了一大场地，干掉了崔京，是，嗯，所以，比赛之后接受采访，他说他都自己觉得像做梦一样。对，而且他说，好像他一直觉得他形势稍差，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他胜率一直都还不错。对，这也说明崔京也形成了威慑力了。嗯，你优势你都不觉得。对，但是不管怎么说，上野能够最终还是把胜利保持到最后，也是体现了他的实力。对，所以说，我们虽然说是包揽了四强、嗯、啊，但是确实是稍微有点欠缺啊，因为赢的不是崔京，要、嗯、赢的是崔京，包揽了四强呢，就货真价实了。对，嗯，所以也是未来应该也会更精彩。当然，我们去年基本上一年啊，嗯，所有的比赛全是输给崔京了，对，只要是赢了崔京，我们是冠军。是。这个也，所以说这个崔京也确实是难弄。他这个，哎呀，这什么比赛都赢你，赢了一年。嗯。后来，但是后来又考虑他这个对韩国女棋手都55连胜了，我后来也不意外，都跨了得好几年。对，这个、是他好像现在确实在这个女子棋界的统治力，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对实力已经明显领先于其他的这个女棋手了、嗯，所以你赢他一盘可不容易。对，所以也能理解，就是上野为什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嗯，因为我印象他本身在抽签的时候，他就说他最想抽到他，对，他就是抱着一种就是学习拼搏这样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上野能赢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原因吧，嗯、他真的敢于去挑战，啊、嗯，真的是，然后所以对他印象也很深，应该说他也是我们未来啊很有可能的一个强敌。嗯。对，哎，好，哎，我们看到了这个陈一鸣的这个经验啊，大赛的经验来了。嗯，这时候先看他先提了一个，嗯，然后黑棋打吃，嗯，打吃，白棋斩上，接上，然后提回来，这种时候，啪，虎一个，哎，这个大赛经验很好。嗯，敢不敢脱线？嗯，问你，问你 敢不敢脱线？敢不敢？因为正常已经。你反正也赢不了棋了，对，有点弹尽粮绝、啊。你敢多签、嗯，那好，我就来杀你。对，杀不了我就交枪，啊，对吧？杀了就那啥，啊，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谁也没想到啊，唯一还有那么0.01%的胜的概率就在这儿啊，看你敢不敢这些。当然是就棋而论，因为我这个死活不咋地，我一看这也是黑棋是活棋啊，就这特别是有这个吃的先手啊，这黑棋活棋是没问题。但是你敢脱线吗？他就是考验到你，万一被杀了，你是不是也很对白忙活了嘛？前面的优势也很胆颤啊。对，这样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悬念啊。哎，但是我看他打吃了一下，是要脱线了。这个打吃的意思、也不一定，因为你要是真是脱线了的话，你干嘛要打吃？那不随时都是你的吗、但是如果说我要补的话，打吃是没劫财，就是他可能打吃就是看看清，再看看清。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死活啊，就是如果黑棋脱线，白棋是怎么办啊？白棋你最厉害的啊，就是这，因为你这一线进不去啊，你最多到这儿，我挡住啊，然后这个还你最多到这儿，我也不给你打劫，我就退啊，然后你最多只能到这儿，对，然后我就摘啊，然后呢，我啥也不要，破眼我就一搓，对，我这个先手管用了，因为你在点的时候得成功，哎，对，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你要，然后如果您点进来，从那点，我就从后边接，你再点，我一吃，双活，双活，满意，不错。你看，周鸿祎看清了，消极了，消极了，我最高兴啊，因为我跟编导说5点半之前肯定完，哎，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对，这样没有，就是最后再把这死活一走，对，应该就不会再有。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你作为一个优秀的棋手，你看清了一定得敢下。你不能因为害怕，哎呦，我哪儿看错了，我就补一个也能赢，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气势就不对了。对啊，人家一看你这么好欺负啊，那你没有威慑力。看清了就是提，看清了就是看清。计算很难吗？我这老同志都算得一清二楚的，是不是？你直接就拿下啊，这样这个棋马上就会结束了。因为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了，双活啊，杀不掉。白棋怎么着都杀不掉，这白棋最起码你怎么也不可能进到这一线，那你了不起就是这样。哎，就这地方可以视为黑棋有两个子啊。所以棋友们看一下，等于这样的棋形有了这个一路的扳之后，很关键啊，没有那个时候扳这个是死棋，对，因为没有的话就被一单扳，这很明显不够。哎，这个是个死棋，但这个很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接不归，黑棋可以做眼。哎，对对对，所以说，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就要结束了。对呀，能，周鸿祎敢脱先，我是很给他点赞的啊。这个棋你都不这样那就活得更清楚了啊。他这样。那这个我不需要考验了，随意不是也不能随意啊，我这也只有两种活法，就两个啊，你随意的话也要出问题，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活的，哎，还有这个三，啊，对，三还原也可以，对，就是说只要下在这三个位置就可以了，对，这个所以说啊，看清了就得下，敢下，看来5点半可能我们也是没问题，我现在可以，因为这个棋手的心理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继续去了，因为这个劫都被人家打了，那个也活了。你再继续没有道理了。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也没有理由了，5点半能结束。是。现在，因为毕竟还是三番棋嘛，就是调整好心态以后，那么后面这两盘再看。对。我们还是要给陈一鸣加油的啊。是的。哎，但对于小周而言，她也是国内的这个女子冠军，是不是还？对，是我印象中还没有。第一个正式的女子，就是有机会去冲击这样的一个冠军。对，因为她虽然我知道她在围甲的胜率也特别高，然后包括比这个难多了。对，那个、然后还拿过了这个男子跟男子一起下的冠军。对。但是呢，就是在女生的这个职业比赛当中，她也是要也证明自己啊。对，这盘棋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周鸿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发挥的，即便虽然有这种顶的这种俗手吧，但是这并不是说是局面一下子就不可收拾的这种局面。就是说他整体的思路都很清晰。特别是这后半盘的这个定型，优势下的定型，我觉得很好。如果要这样表现，又可以跟崔京一战啊。是我看好像有一阵没下棋了，而且这块棋活完之后，我想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宣判。对，这个不可能再有问题了。宣判的任务交给你，但是结后果我承担。好，
行，那我们肯定相信教练的，所以那这盘棋我们可以就是恭喜周鸿祎，对，还是以很漂亮的发挥吧，尤其是后面的我觉得运转真的是一个教科书的，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如何把优势转化为胜势的这样的表现，所以恭喜这个周鸿祎拔得头筹。那当然接下来他们的三番棋呢一定还会有更精彩的表现，那也希望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天元围棋。好，那我们今天的赛事直播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